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悉尼的海事博物馆。今天这个 vlog 会跟去年拍的交织在一起，我们要穿越回过去，因为我们上回来没有想到这里这么大，就是完全逛不完。我们上次只逛了几个中建，那这次我们还会到室内的展馆去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耶，先这样好吧。你在吃什么呢？咖啡。哦，每次第一件事就是先吃东西。刚才工作的小姐姐给我们了一个 stand， 我们就可以去到里面免费参观，很好。我还有个 stick。 啊，你还有个 stick。 哇，这有好多这种雕塑艺术品挂在它的顶上，还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做的还挺艺术的哈，还有那种 Aboriginal 土著的工艺，这大乌嘴，这还弄出了小鱼群。你别说，我觉得做的还挺用心的，艺术呀，艺术。好，我们进到场馆里面看看吧。从这条路，在这，然后我们这儿走过来。这个地图还挺有意思的，突然觉得还有点科技感。乖乖，这些珊瑚长得好奇怪呀。这不是珊瑚，它是人工的，它就是把它沉在水底，然后鱼群呀，海底的生物就可以附着在上面，包括于以前的那些沉船，像现在人工的放了一些铁条、水泥、钢筋混凝土结构，而它沉到水底，这样子就可以让生态多样性好一些。在悉尼，有很多这种东西，而且有一种设备专门就是用来吸引鱼群的，叫 FAD。 啊，你来啦。调皮爸爸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小虫玩一个电脑。他们在潜水。哇，他们把这些海草放回种到海底了。嗯，哦，是这样种的，人工种。哇， zip zap 绑起来。哇，还可以这样呀，那就跟你刚说的人工的那些珊瑚一样，他们连草也都种好了。这是 eel。 哇，这个看起来 pufferfish， 就那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小美人鱼一吹的那个很软。Port Jackson Shark，Port Jackson 就是我们在悉尼 Harbor 前面的一段。啊，就咱们附近，就悉尼附近本地的这个。对，它就在就是那个 Cocodu Island 那个那片叫 Port Jackson。哦，所以它这里面放的这些都是附近能找到的海洋动物。这是一艘古老的船，对，像泰坦尼克号一样，感觉这个趟。从澳大利亚到 UK 的五趟，然后在1942年被鱼雷击沉。被鱼雷，1942年二战了是吧？嗯。你在看什么呢？哇，这个就像从船往海里看一样。我来看看都有啥。这什么呀？哦，幻灯片。妈妈小时候应该是可以有调幻灯片的，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看的。啊，童年回忆。哇，这里还有二战时期有2000名中国人来支援澳洲，这是一段历史呀。这边的展区讲了，除了中国人，在二战之后也有600多名日本的女性移民到了澳洲，大概是在1945年，而且那个时候澳洲还是就实行 white policy，
是对那些刚过来的日本女性非常的不友好，她们在语言上也不太通，但是幸好她们还是融入了，并和当地人结婚，组建了家庭。想一想二战时候的人是面临着多么大的艰辛和生活上的挑战，但是我觉得人的生命力是无限的，大家总是能克服各种困难。哎，看看以前的新移民，再看看今天我们这个新移民，条件真的好太多了。在看什么，小虫？我在看那个。哇，这是灯塔上那个灯是吗？哇，那光来了，来了来来。哇，沐浴一下这个光。牛顿看了要落泪。你过来，妈妈。嗯。我们去玩那个吧，我们看看我的那个爸爸。刚才有个船，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水手环球。是那个，不三里的鞋。啊，还有拖鞋吗？嗯。登船有这么多要求。哇，我们要登船了。哇，这个女航海家一共用了189天环游世界。哇，这是她住的地方。哇。这个有点像上回我们去 Frank 的帆船做饭的地方，他的小床啊，很博学的女性还很爱读书啊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有好多可爱的东西，还有一个 teddy bear 啊，这个好大，这是他的好伙伴，要不然一个人航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我瞅瞅他的，这都他平常吃的东西。嗯，他吃了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Chocolate cake。哇，他吃的不错耶。你想想，1980年，人家在用上太阳能板了。啊，他有太阳能板呢。啊，还有一个雷达。啊，我看到太阳能板。1980年，你才出生吗？看水母了。看水母了。我们逛完室内场馆啦，然后呢我们就要穿越回去年，去上那个吸血鬼号战舰去参观一下。拉着我大尾巴，大妈妈的尾巴。虫虫，你找到什么了？鲸鱼的尾巴。鲸鱼的尾巴。好大。再往前面去看看。虫虫，你看前面这是什么呀？嗯，这个灰色的大船是什么？这个叫做军舰，我们去看看。走走走。它后面有两个桨，一个是正桨，一个反桨，这样子它的两个产生的扭力就不会让鱼雷就不会让鱼雷旋自身旋转。如果只有一个桨，它的鱼雷就自己就转起来了。哦，所以你看它两个轴，一个细一点的，一个粗一点的。这个是鱼雷的结构。嗯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在军舰上竟然还供应冰淇淋。对，第一眼生活的不错呢。第一抓住了我们虫虫的眼球，我们虫虫只看见了 ice crea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到了悉尼的海事博物馆，这边呢有大军舰，还有鲸鱼和海底的恐龙展。那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东哥和起头。Hello， 看完军舰到旁边看鲸鱼。好 ，Let's go， 走吧，走吧。这个是操作室，就会有个人在那转舵。哇，那个时期的建筑还都是很多 mechanic。 Captain's Day Cabin， 舰长的办公室。我看看什么样子。哇，好有英伦气质啊。啊，果然我看到了这个伊丽莎白女王还有菲利普亲王的照片在上面，啊，非常有范儿。再往前走一走，
哦，这个还有电脑，天哪，这个电脑是方块型的，就有点像我们最早期玩那种挖金子对游戏的这电脑。大家都不能长胖呀。哦，这里面是厨房。哇，这种老式的橱柜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换成塑料的盘子，不然叮铃铃铃的全都碎了。哎，当年那个厨房是很喜欢有这么一个打开的，把饭递出去。这是一艘驱逐舰，我们现在快爬到最顶上了。哇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！这个 Darling Harbor 都是船，很漂亮。这个舰舰好玩吗？铁头？好玩。哪里好玩？特别是看那些 buttons。哦，有好多按钮是不是？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，在二战时期的军舰了，所以没有现在这么现代化的电器设备，都是要按钮才可以的，对吧？所以很好玩。对，很好玩。这艘驱逐舰也不算太大吧，上面应该是雷达。Captain 铁头，你是船长哦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灯塔。灯塔。这里还有个灯塔。可以参观呢。好啦，我们下一站是这个 Sea Monster 的展览。鲸鱼骨头，哎呀，小鱼都念到一路了，看看是什么样。对，还有大恐龙，走吧，冲冲。Yeah. Hello. Amazing. Thank you. That's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. Thank you. 哇，这感觉是古老的生物。哦，这是这个古恐龙还原的样子。阿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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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奇。Walk, walk. 看什么呀？小海龟。啊。嗯，是小海龟。Look, look, look.Look, look, look. This, this, white, white. 还有个 ice. 现在呢，我们到了小朋友的手工区，大家呢会把这个形状里面填上颜色，创造自己的小恐龙，然后去那边扫描一下，就可以投影到大屏幕上啦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非常的互动呢。你重点画些什么？恐龙。你要画的恐龙，好吧，那你给它上颜色吧。妈妈画个 fish， 妈妈画个 fish， 做一个彩虹恐龙好不好？想要什么颜色？这还有 pink， 这有 purple， 紫色。哦 ，look at that， 紫色。pink， pink， 好。stand up。pink， 好了，我们的彩虹恐龙画好了，现在把它扫描一下。恐龙就好了。恐龙来了，这个是我们的恐龙啊，虫虫，虫虫，虫虫，OK， 我们去吃饭吧，饿了。好，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虫虫，你开心吗？嗯。天晴了，走吧。